我吃完，吃完就先回家了。退出游戏，你现在退出游戏，已经多少赢了？你是有没有搞错啊？小心擦枪走火。怎么办？这是我们的刀锋，这是我们的刀锋，我们刀锋可以吗？换纳克会不会好一点？靠腰，刚刚是怎样？我打那么专心，然后你们在做什么？是不是？怎么办？没有坦，完了，这样两个打野。好的，换。怎么会是九桃？我什么？我刚刚很激烈吗？我刚刚很激烈吗？我刚刚很激烈吗？九桃可以吗？反正他们因为我出射手，他们就没有出射手。上面的标我的子弹可是长了眼睛的。九桃是不红的、九桃不红好不好？两把枪刚刚好。九桃帮我挡伤害。九桃帮我被抓了。你这边走金娜哎，妖鼠为什么？敌人消失。看一下，为什么他走进来？谁走进来？运气。卡住了，我刚没动，是不是？九桃回家了，九桃，九桃回家了，我怎么办？我知道，一定要走这么勤奋吗 ？Relax， 请求集合。九桃代替我被抓吧。你是实力的一部分，我完全没有起到作用，而且我现在才出道，我现在连圣剑都还没消失。You have defeated.
枪刚刚好。等等我，马上到。
行哦。你不要在这时候才回来，哦，他疯掉了，怎么你刚刚不回来？我现在打到脑筋整个快坏掉了。你不会要崩溃，已经快赢了，然后大家已经就是快那个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要先休息了，因为我脑袋快不行，我真的抖到一个，就是已经。大家都知道我很少在单排，对吧？我开台到现在几乎很少在单排。感谢豆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豆浆，谢谢古老李，感谢。还有谢谢 ZW， 感谢亏大家懂内，我今天才会好像有胜利一点，对不对？